The Modern Assembly now begins. Please rise. Give us our sins,
those who seem dangerous. Save us from the time of trial, and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re yours, now and forever. Amen.各位委員、理事、翻譯員、美術家、大家一樣，邀請我們師兄李天倫為我們主持今日的早會。李天倫生於1980年，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取得藝術學士及藝術碩士學位。早在2000年，李天倫已經積極參與眾多嘅展覽，亦都曾經多次獲獎。佢嘅作品曾經入選著名嘅倫敦策展畫廊舉行嘅《香港街展覽》，更加曾經被入選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雙年獎2021，曾經入職電腦動畫設計工作嘅李天倫，經歷住每日面對屏幕影像嘅生活，令到佢嘅創作多數以像素為主題，透過主塊平面電腦影像成為呢個立體雕塑，演繹現今生活上虛擬與現實之間嘅聯繫。而家將時間交俾師兄李天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你哋好啦！我都曾經係英華書院學生，咁都係師兄。咁今日好高興咁啊，謝飛老師邀請我翻嚟，咁成為今次藝術週組會嘅一個主講嘅嘉賓啦。咁我今日講嘅主題係《Seeing Our World in an Alternative Way》。咁因為同謝老師傾過啦，佢就話啊，其實好多同學都以為藝術。 係純粹繪畫或者雕塑啦，或者攝影。其實藝術可以係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都可以係好多唔同嘅認識。咁我用我自己創作，亦都用其他藝術家嘅一啲作品去同大家分享下藝術其實可以係點樣去演繹。咁首先介紹下我自己先啦。其實我係1992年喺英華書院度畢業，咁03年喺中文大學藝術系讀藝術學士畢業。 咁之後就去咗間電腦動畫公司度工作啦，咁期間又去過洛杉磯啦，去到荷里活度喺嗰邊製作咗兩部電腦動畫嘅電影啦，之後翻返嚟香港，咁2010年嘅時候再翻返去中文大學藝術系修讀碩士課程，咁而家係一個全職嘅藝術家。咁我自己講咧就可能好悶嘅，介紹完我自己之後咧，不如睇一個電視節目。 叫做好想藝術，其實係香港電台電視部去製作嘅。咁由佢哋嘅節目去介紹下我嘅作品或者我嘅創作。咁喺星期一早上嘅早會，大家通常都會玩份好悶嘅。咁所以咧，唔好咁悶啦。咁睇一睇，見啦。 我細個咧唔會夜晚㗎，我一得閒咧就踢，我翻學又踢，放假又踢，一班人踢，兩個人都照踢，一個咧都會踢嘅喎。我落雨嘅時候會踢，打風嘅時候都會踢，我開心嘅時候會踢，唔開心嘅時候都會踢㗎。我初戀嘅時候咧就冇踢啦。我個人唔似會踢波咧，讀大學嗰陣，我哋好中意留喺學校嘅 studio 嗰度畫畫創作，咁做到悶嘅時候咧，啲男同學就會攞個足球嚟踢，踢踢下咧，啲女仔都裝埋一份。 咁揾唔到足球嘅時候咧，我哋就揾啲報紙扎喺佢當足球咁踢，連個龍門咧，我哋都可以用報紙做出嚟。但而家咧，我好耐都冇翻過學校啦。足球都可以係藝術嚟㗎。咁邊個最好嘅法？梗係美斯朗啦。 第一次接觸李天倫，就感覺到佢嘅冷靜、清晰、理性、精準。佢嘅作品就好似科學實驗，圖表、數字、模型，一絲不苟，仔細入微。強烈嘅機械感背後隱藏。
與種種訊息。我甚至覺得他其實是一個科學家，而這些就是他的發明。我會嘗試去理解每件事背後的運作是怎樣。我覺得自從發明了網絡，或者自從發明了電腦之後，其實就是將我們的空間概念擴展了去另一個層次。而這個另一個層次，其實最後是回到我們人生上面，其實是改變了很多生活上面的不同面向。那我會比較傾向於用一個自己自身的角度去出發，即這個就比較主觀一點，即每一天自己經驗到的影像去出發。Pixel 那個系列其實是2003-2004年左右開始做的，那時剛開始在一間電腦動畫公司裡面做一個概念的設計師。那時我經驗很深，就是每天看著這些影像，其實這些影像就是由一格格的正方形，即是由一些 Pixel 去組成。這件事是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我對著這些屏幕上的像素還多過看著真實世界的環境。咁所以我將呢一種生活上面嘅感覺，喺嗰一種精神狀態去呈現翻出嚟，將嗰樣嘢由一個虛擬嘅世界，或者由一個電腦嘅平面世界帶出嚟，成為我哋真係我哋而家身處呢個空間嘅一部分，令我哋覺得嗰樣嘢原本係唔屬於呢個現實嘅世界。而你擺喺度嘅時候，令我反思翻，其實我哋每日身處嘅嘢個空間係點樣？到底是虛擬啊，定係現實咧？但其實兩嘢係越嚟越分唔到，譬如 CG 咁樣。其實我覺得好犀利，即係其實佢用數字就可以呈現翻或者再現翻成世界出嚟。電腦遊戲或者 TV game 其實全部都係咁樣。譬如話賽車遊戲就係關於車輛同道路或者賽車嘅呢一個現實世界面嘅一個再呈現。即係足球遊戲就是每日看的足球比賽的一種再呈現。其實我的一部分的作品其實都是講緊呢些互相演繹、互相轉化。最初做 Pixel 的時候，其實就很直接、很直觀咁樣去見到啲咩就重新將它變成立體再呈現一次啦。就好想其實那個影像背後是怎樣產生或怎樣嚟的，直至到做到一個位係開始飽和的時候，咁就開始去想。Pixel 除了一些可以辨認到的影像之外，可不可以講到一些抽象的東西，或者一些模型的東西呢？我留意到我一直以來做 Pixel 系列的一些高高低低的一個 box 一條條的形狀，其實跟我們聽音樂的時候、聽歌的時候的 Visualizer 其實很像，即是好像描述一個聲音的狀態。所以就想咦，不如試試砌一條聲出來，或者砌一首音樂出來，會是點樣呢？全部都是用零同埋一的 file 去組成，咁所以譬如一個影像可以變成一條聲音，一條聲音又可以變翻一個影像，一個影像又可以變成文字，文字又可以變成聲音。我會覺得我而家係似去嘗試去做一啲新嘅 format 出嚟咯。今日想錄翻灣仔呢個區域、呢個社區嘅一啲環境聲音。即係啲背景聲嚟去做一件創作。其實之前做嘅嗰一系列嘅作品，其實就會起定喺一個地方，即係一個特定嘅地點咁樣去記錄嗰個地方嘅聲音。咁今次做嘅比較唔同，就係行一條路線，即係好似喺地圖上面用自己嘅腳步去畫一條路線出嚟咁樣嘅方法。
第一次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會覺得咦，平時原來自己每一日感受緊話聽到嘅係啲聲，但係唔係好圍繞。嗰陣時會喺條街度揾下呢啲聲係有趣嘅，譬如啲小販喺度剁緊牛肉啊，剁緊牛排骨啊咁樣。同埋，譬如如果有啲小販咧，即係你平時聽我哋粗聲粗氣咧，大大聲，五蚊啦。好啦，冇得平啦。跟住有個細路經過咧，跟住佢話：你叫咗我未啊？今日跟住翻到屋企再喺電腦度批嘅時候，原來咁過癮嘅嗰啲聲。咁雖然我哋每一日聽嘅可能好多好多，但係真係記得嘅有幾多咧？咁我覺得其中一種方法去令到人哋留意翻環境嘅聲音，去令到佢哋反思翻我哋每一日經驗或聽到嘅係乜嘢，其實就係用一個視覺形式去再將呢啲聲音轉化翻出嚟咯。錄完咗隻聲之後，就好似作為一個創作嘅 source 咁樣，跟住用咗一個聲音處理嘅軟件，將佢變成一條條嘅三 wave 嘅方啦。每一秒嘅聲音就變成一塊嘅三 wave 嘅方，咁沿住翻成個灣仔我哋上次行嗰條路線個街道再重現翻出嚟咁樣。其實 pixel 只係我哋最終肉眼睇到嘅一個最終嘅呈現。但我哋而家面對影像，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好多唔同嘅方法產生出嚟咯。咁到底呢一啲各式各樣嘅影像背後係點樣產生，或者點樣去做出嚟嘅咧？呢度再長啲啊，係啦。你講似唔似我？其實我覺得冇顏色嘅。天人利用數碼科技重新演繹現實，作品雖然冰冷。但是就深深打動了陳如生和周淑芬這對藝術家前輩，他們邀請天良為他們做一件概念相同的雕塑。其實我很喜歡這件作品，即我自己覺得是新概念，好一個凹一個凸，一個男一個女，一個陰一個陽，即個男仔凹下去那邊有個女仔的樣，在個女仔凹下去那邊有個男仔的樣，很有意思的。個表達手法呢又是生命，一般的傳統的雕塑呢，一是就石頭啦，一是就是銅啦，或者是不鏽鋼啊，或者是木頭啊，咁呢啲都係比較即係傳統用嚟做雕塑嘅素材咯。所以你睇嗰啲嘢非常之 mechanical， 咁因為呢個 mechanical 嗰件嘢本身已經令到人覺得佢係好機械，佢覺得佢係好恐怖感情。但係我覺得佢嘅理性之中有好濃嘅人情味。咁大家睇咗一部分節目啦，咁因為時間所限，我哋就唔完整咁睇曬落去啦。咁喺網上面其實可以睇到成個節目完整嘅。我哋去翻 PowerPoint 嗰度先。咁其實我嘅創作頭先都簡單咁介紹過啦。咁其實我創作好大部分就係我認為藝術品或藝術創作其實就係好似一塊鏡咁，去反映翻藝術家佢本人，同埋去反映翻佢每一日經驗緊嘅生活係點樣。呢個係我一開始對於藝術嘅理解或者創作嘅理念，就好似 Andy Warhol 嘅作品咁樣啦。我諗大家都睇過佢嘅金寶湯嘅作品嘅版畫作品。咁佢解釋點解佢要做呢一做作品，或點解佢要做金寶湯咧？就係話我每日都飲金寶湯去作為午餐，飲咗20年，每日都係咁樣。咁所以咧，其實藝術作品或藝術創作就係一個藝術家佢每日生活嘅經驗，或者佢嗰一代人嘅一個反應。所以其實我哋點樣去生活咧，就決定我哋去創作啲乜嘢出嚟。或者我哋嘅創作咧，就反映咗我哋點樣去睇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咁我喺大學嘅時候，即係仲讀緊 undergrad 嘅時候啦，咁每一日嘅生活咧，除咗翻學同埋做藝術創作之外咧，好大部分時間就花落去足球呢項運動上面。自己好喜歡足球，我諗在座好多位同學啦，同我一樣都好喜歡足球呢一運動。咁自己又有踢波啦，又睇波啦，又有玩虛擬世界嘅入面足球遊戲咁樣啦。咁所以我嗰陣時嘅作品喺 undergrad， 即係喺讀緊大學嘅時候嘅作品咧，好多都係同足球有關，用咗好多普普藝術嘅手法，即係 pop art 嘅手法去做我嗰個年代嘅一啲足球明星，呈現翻我嗰個年代嘅足球係點樣。譬如好似一啲
共產主義嘅 propaganda 宣傳海報嘅手法去講曼聯嘅一位球星啦。用一啲電影嘅蒙太奇黑白嘅手法去講一位祖雲達斯呢個球隊嘅球星啦，因為都配合翻個球會個顏色啦。又或者意大利一位球星叫托力啦，咁佢有個綽號叫羅馬王子咁樣啦，咁而家都仲踢緊嘅。咁我就諗，既然佢叫王子，咁不如就幫佢發行一個郵票啦，用一個郵票嘅手法。咁個羅馬鬥手場就成為咗佢嘅皇冠啦，咁佢嘅球衣個背號，即係個號碼，就成為咗個郵票嘅面額。又或者嗰陣時冇人唔知道碧咸係邊個啦，即係人人都好中意碧咸，或者人人都知道碧咸係邊個。咁我諗，不如一個說明書嘅方式啦，去呈現碧咸，即係每一個人都可以跟住個說明書砌自己心目中個碧咸。我落到咗畢業嘅時候，畢業作品就係用咗碧咸。佢嘅黃金右腳去做主題，最左邊就係碧咸嘅黃金右腳本身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佢嘅腳已經連翻咗足球呢樣運動，或者連翻咗足球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咧個畫框就用咗佢嘅黃金右腳作為一個框架，而入面咧放唔同嘅內容咧就可以呈現講緊足球嘅唔同面向。譬如第二章嗰、那個有好多政治嘅元素啦，其實就講緊足球同政治之間嘅關係啦。第三章有一啲舞台嘅元素同一個球場 merge 埋一齊，咁其實講緊2003年嘅時候，講緊賭波規範化嗰陣時嘅社會狀況啦。最尾嗰章就係廣告可口可樂同百事嘅廣告擺埋一齊，就係講緊足球同商業之間嘅關係咁。呢件咧就係諗緊啊，嗰陣時好多人比喻足球好似一場戰爭咁，即係而家國與國即係一啲先進國家都好少真係發生戰爭啦。咁如果足球作為一個國家嘅實力，或者運動項目作為一個國家實力嘅呈現嘅時候，將佢比喻為一場戰爭嘅時候，戰爭係咪就係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可能未必嘅，可能係有 allies， 即係有同盟啦，有好多協議啦。咁如果足球呢個遊戲唔係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而係變成三個國家一齊玩嘅時候，會點咧？咁又做一個有咩 installation 去俾觀眾？親自行入去呢件裝置入面去體驗一下，咁畢咗業之後咧，就開始要即係投入社會工作啦。咁就加入咗一間電腦動畫公司度工作。咁最初嘅時候咧，都幾悶，即係每一日做嘅工作就係一個電腦軟件，我哋叫 Maya， 即係我而家都仲用緊呢個軟件。咁入面去做一啲場景嘅設計啦，去做一啲 CG 嘅 modeling 啦，咁但係好多時咧，你做咗嘅嘢唔係即刻喺個 interface 度就已經睇到，而係需要電腦嘅一個運算啦、rendering 啊、渲染，咁先至要睇到個結果。咁所以當佢去處理緊呢一個過程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呆咗咁等緊個電腦有反應。咁呢個狀態都好無奈。咁我嗰陣時嘅感覺就係話，我每日翻工翻好多個鐘頭，即係由朝頭早9點開始，一路至到夜晚，可能計埋加班，可能做到夜晚7、8、9點咁，可能唔計瞓覺時間嘅話，我每一日對住電腦屏幕、對住作人數嘅時間，仲多過望住現實世界，呢個感覺非常之強烈嗰陣時。咁可能去到而家嘅話，其實呢個感覺唔係淨係發生喺我身上面，可能你哋在座每一個人都會用手提電話、用 smartphone， 都係會用呢一啲工具去溝通嘅話，其實呢種感覺已經喺我哋生活入面越嚟越強烈。咁所以我就諗啊，點解用我嘅藝術創作去 capture 呢一種狀態？咁我去研究到底乜嘢係 pixel 啦，又或者pixel art 係咩啦？有啲咩人做過同 pixel 有關係嘅作品啦？咁發現好多人都做過 pixel art 或者做過 pixel 有關係嘅作品，但全部咧都係平面嘅形式或者喺翻電腦嘅世界入面去進行嘅。咁我諗點樣可以做到同佢哋唔同咧？其中我想一個方法就是話，如果我將它不是在電腦入面發生，而是將它帶嚟我哋嘅現實世界，我將不同的顏色去分類或者分析咗唔同的顏色，俾一個不同的高度佢，即係好似呢一度咁，係俾咗唔同的長短高低佢，咁我哋就會將我哋喺電腦入面見到嘅影像帶咗嚟現實世界。咁最初做嘅可能係一啲
最典型的 pixel 的一些影像，譬如可能是一些打格仔的畫面，每一天都會等部電腦 program 有反應的一個流流的 icon， 遊戲機入面的人物，足球 game 入面的人物，跟住又試下調翻轉啦，將一啲日常生活入面嘅一啲物件，好似用一個像素嘅 filter pixel 入去處理啦。其實呢一個過程咧，係令到我哋反思翻，即係我哋喺現實世界同虛擬世界之間嘅關係。即係觀眾睇到呢一啲作品嘅時候，佢會諗啊，呢樣嘢唔應該存在喺現實嘅空間，佢原本喺電腦入面嘅，咁我哋同電腦虛擬個空間入面關係其實係點樣去發生嘅呢？我哋到底每日花幾多時間落去虛擬嘅世界入面呢？其實就係想勾起觀眾呢一種反思。咁跟住就發生咗一啲轉變啦。其實個轉變咧就係由呢一樣嘢開始嘅，係 LEGO 啦。咁都係香港電台嘅一個節目，叫做《四維賣藝》。個節目就係話想藝術家用一啲普通人都做到嘅方法去創作藝術作品。咁我嗰一集咧，個導演咧佢就覺得哇！你啲作品同 LEGO 好似好相似喎，可唔可以用 LEGO 去砌一啲藝術作品出嚟？咁我去做過一啲 research 啦，睇下 LEGO 啲人之前已經砌過啲咩作品出嚟啦。咁發現佢哋即係 LEGO 嘅 fans、LEGO 嘅專家就係咩都砌到，咩都俾人砌過曬，即係雕塑又砌過啦，建築又砌過啦，食物又砌過。咁有啲咩佢哋未砌過咧？咁我諗LEGO 可唔可以砌一啲抽象嘅嘢，砌一啲唔係實在現形嗰個物件或影像？咁我發現原來我嘅作品，我係 pixel 嘅作品，其實同聲音好似好有關係喎，因為都係有啲高高低低、凹凹凸凸嘅長短嘅條狀去組成。咁我就去諗啦，我哋聽歌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個 visualizer 去呈現唔同嘅高低音啊，唔同嘅聲波嘅狀態。咁我可唔可以用 LEGO 去砌一首音樂啊，砌聲音出嚟咧？咁最初嘅時候咧，個辦法好蠢，即係好人肉嘅，就係將呢一啲visualizer 入面影像逐格逐格咁樣去數翻，跟住喺個 Excel 度變翻一啲數字嘅 data， 然之後咧就係咁樣砌出嚟。咁呢個節目到最尾就砌咗一首 John Lennon 嘅 Inversion 呢首作品出嚟啦，因為呢首作品就比較經典啦，咁好多觀眾都一聽到咧都會聽過呢首作品，都會見到。咁之後就參加咗一個叫做Charming Experience 沉落經驗嘅展覽。那個展覽咧就係關於俾唔同嘅人士，即係可能傷健人士，或者佢係身體有殘障啦，或者失明啦，或者失聰嘅人咧，都可以享有平等嘅機會去欣賞視覺藝術嘅作品嘅一個展覽。咁我諗如果一個人聽唔到音樂或者佢係失聰嘅話，佢點樣去感受音樂咧？如果佢係失明嘅話，佢點樣去感受視覺藝術嘅作品？咁我嘅方法就係話，我將貝多芬嘅第五交響曲啦，咁一首好似同貝多芬發現自己失聰有關係嘅作品，去轉化成為一件浮雕嘅 installation， 即係安在牆壁上面啦。咁將成首音樂變成一啲高低起伏嘅聲音嘅狀態，咁可以俾觀眾去觸摸，即使佢哋唔能夠聽到首音樂，喺件作品左右兩邊其實有一個 video 嘅 animation 去播翻個音樂，都播翻個聲波個起伏嘅動態。咁但係中間呢部分咧，就係會俾一啲可能失聰啊或者失明嘅人，佢哋即使聽唔到首音樂或者睇唔到嗰首音樂動畫，都可以用自己身體去觸摸，去感受個音樂嘅變化。呢個就係左右兩邊嗰個聲音嗰個動畫。咁再發展落去咧。跟住有一次機緣巧合嘅機會之下，將呢件作品放喺窗門邊，跟住又發現呢一啲高低起伏嘅聲波狀態，其實同我哋嘅城市非常之似個環境，好似互相呼應住，都係有新有舊有高有低。咁我諗，其實我哋每一日喺城市入面經驗緊嘅係啲乜嘢？其實經驗緊嘅係一啲環境嘅聲音，呢個係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經驗嚟嘅。就好似一個背景音樂去 capture 去記錄咗一個城市嘅節奏啦，那個城市精神面貌。但其實我哋因為已經習慣咗呢一種狀態，所以我哋好多時會忽略咗。又或者我哋喺行路嘅時候，
已經做緊其他嘢，可能聽緊音樂啦，或者用緊手提電話，咁已經唔理四周圍發生緊嘅環境聲。咁我就諗啊，點樣去令到觀眾或者令到人重新對於呢個環境聲音去發生一翻一個關注咧？就係將呢啲聲音去視覺化咁呈現啦，咁將佢變成一個雕塑嘅作品，咁重新令到大家對於公共空間個記憶，或者大家忽略咗一啲生活小節，去重新發現。咁我就好似頭先好想藝術嗰個片段入面咁樣啦，就揀咗一個路線去行啦，揀咗灣仔告示打道行人天橋，即係瑞豐大樓一路行到去，經過電車路行到去石水渠街市。點解揀呢條路線呢？其實我覺得呢條路線好記錄到或者反映到香港人唔同社會階層、唔同職業，即係有公務員啦、有白領啦，中間經過一啲建築嘅地盤啦，有藍領嘅工人啦，最後去到石水渠街市，又會係買餸嘅主婦，好反映到香港唔同階層、唔同職業、唔同身份嘅人嘅生活狀態係點。咁今次咧就揾咗一個電腦好叻嘅人去幫我寫個 program 去處理呢啲數據，去處理啲 data 啦。咁之後就可以有一個調節高矮唔同嘅變化，唔同嘅 variation 去調節啦。最尾件作品咧。呢啲就係每一塊、每一秒鐘嘅聲音嘅變化。其實成個路線行咗大概8分多鐘咁樣，咁 total 應該係有800多塊嘅聲音嘅切片、聲音嘅 data 嘅切片。咁將佢重新組合翻，然之後就放咗喺一個膠片上面。咁個膠片上面就印咗個灣仔個地區嘅地圖。咁其實見到最新重新呈現翻出嚟嘅聲音咧，就好似一個高低起伏啦，有新有舊嘅城市嘅模型咁樣。咁之後咧，我又再去一啲唔同嘅香港經歷緊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即係而家講嘅好多係社區重建啦，好多舊嘅地方要拆咗去，重新起過啲新嘅樓先至夠用咁樣啦。咁我去咗香港、台灣、澳門同埋大陸呢啲唔同嘅地方度，去揾一啲發展中經歷緊變化嘅地區，用翻頭先個方法行一條路線去記錄佢哋環境聲音。一方面咧就係話如果呢啲地區拆咗之後咧，佢哋嘅社區已經會消失咗，咁社區嘅聲音亦都會冇咗啦。咁一方面係保存呢啲社區嘅聲音啦，好似一個保育嘅工作。另一方面咧，其實係去記錄、去用地圖啊，去用一個視覺化去反映翻呢啲發展緊嘅狀態。咁我嘅方法咧就係話，喺唔同地區嘅政府部門，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嘅地政署咁樣啦，去買咗佢哋嘅發展嘅地圖啦，然之後咧喺個地圖上面咧重新接翻錄咗嘅環境聲音出嚟。咁個地圖咧其實就好似比喻緊。我哋呢個社會土地嘅資源係有限嘅，咁聲音咧就好似比喻緊一個城市嘅發展狀態咁樣，咁個高低起伏或者個頻率嘅變化，其實就好似一個城市入面一啲新同埋舊、高同埋矮嘅建築物咁樣。咁我去用個地圖接翻呢啲聲音出嚟嘅動作咧，其實就比喻緊好似一個建設嘅過程。咁好啦，你可以想象到地圖嘅篇幅係有限嘅。如果我將佢接成一啲好高嘅聲波形態，即係好似接一啲好高嘅大廈嘅時候，咁佢就接得唔係好長遠。如果接一啲矮啲嘅聲波形態，接一啲矮啲嘅大廈嘅時候，佢好似可以接得遠啲。咁係咪講緊一個可以有幾持續去發展我哋土地資源嘅一個問題咁樣？咁香港係揀幾個地方啦，咁可能火炭工業區係其中一個啦，觀塘啦。觀塘改變得好犀利啦，過去一年度，馬屎埔係一個社區嘅農場啦，深水埗區啦，澳門就係一個喺路環嘅一個船廠嘅地區，其實佢哋嘅造船業已經冇咗啦，咁嗰啲地區已經係好多都荒廢咗。右岸是好像一個深水埗，香港的深水埗一個地方，都是面臨緊清拆改建咁樣。台灣咧，佢哋有很多農地喺台灣南部啦，有很多農地都改變緊啦，
拆曬啲農地之後，就變成一啲低密度嘅住宅咁樣。咁建築品展出嘅時候係咁嘅，有頭先嘅相片啦，咁、那個相片上面中間就呈現翻成個行嘅聲波、肌肉嘅聲波成個狀態啦。咁每一張相其實就指示翻，其實喺嗰一條聲帶入邊嘅邊一個地方，邊一行過去邊一個地方咁樣，俾人哋知道啦。其實嗰個地方個印象、那個感覺係點樣？咁地圖上面接出嚟嘅聲波形態就咁樣，你會見到高嘅地方咧，好快就接短；短嘅地方咧，好似可以接得遠啲。其實就係比喻緊我哋點樣去分配土地嘅資源，點樣去發展。咁跟住又試下用其他藝術家嘅作品嚟到做例子，講解一下。我諗大家都有用過 Google Map 啦，即係去揾一個地方或去規劃一條路線。呢一度呢一張 Google Map 其實就係講緊由牛津道一號 B 去加呢間英華書院。喺英皇街，牛津道一號 B， 大家知唔知道係咩地址嚟？其實就係我讀嘅英華書院嘅舊校嘅校址嚟。咁我哋又睇下跟住落嚟呢兩位人士，佢哋用 Google Map 可以做到啲咩出嚟，或者玩到啲咩出嚟？我唔夠膽講佢哋做緊嘅係一件藝術作品，但係如果佢哋意識嘅話，呢一件可以係一件藝術作品。該播一播 video。用呢啲折痕去行，因為佢覺得折痕係人為嘅，咁佢根據呢啲人為提供嘅路線去行啦。咁佢又將地圖咁樣接咗之後，好似一個山峰咁樣，佢又嘗試喺山峰上面行走。咁將喺個地圖折痕上面見到沿途見到嘅一啲垂直嘅物件咧，都影落嚟，記錄咗落嚟，去做咗呢件作品。另一件作品咧就係、咁樣，用一本地圖，佢就好似喺本地圖中間嘅書脊嗰個山谷入面去行咯，咁佢亦都將個山谷入面同地圖上面印嘅路線交錯嘅地方咧影低咗落嚟，然之後咧做一個記錄去完成咗一件藝術嘅創作啦。呢一個係外國嘅一個攝影師嘅作品，你可以話係一個攝影作品嚟嘅，咁但係大家見唔見到呢個係咩嚟？羅馬鬥獸場啦，係嘛？唔知有冇人睇過？咁但係有冇諗過，其實而家嘅攝影作品，其實你未必需要就係拎住部相機去影。咁佢係點做？
其實就係話我哋去旅行嘅時候或者去每一個地方咧，都習慣咗我哋去影一張相。但係其實嗰張相咧，可能本身已經之前有人影過擺上網。其實你影嗰張相同人哋影嗰張相，可能差無幾，甚至係一模一樣。咁點解你都係要影嗰張相咧？其實就係為咗證明你自己去過呢個地方，去 po 上 Facebook 俾人哋睇，就好似一個打卡嘅行為。即係而家 Facebook 都有打卡呢個動作啦。咁佢就喺網上面揾咗好多遊客影過馬鬥秀場嘅相，然之後將佢重疊埋一齊，去做咗呢一個 series 嘅作品，叫 Photo Opportunities， 即係好似旅行嘅時候影相嘅一個機會，影相一個時機咁樣。去做咗呢一組好似印象派繪畫咁樣嘅作品，所以其實而家攝影作品甚至乎未必需要你親自去攞部相機去影。好，咁講開影相啦，其實大家知唔知影相最初係點嚟嘅？有冇同學讀藝術同學知道呢一張圖係講緊啲咩？其實呢張圖係講緊一個暗室暗房嘅概念啦。就話以前啲人點樣去畫盡一樣嘢，或者去觀察外在環境咧？其實就話喺一間黑房入面開一個窿，咁然之後咧推完一個窿之後咧，出面光線咧就會捕捉翻入面個牆上面，咁就會捕捉翻室外嘅影像落去牆上面啦。咁但係個影像就會上下倒轉咗嘅。咁如果你可以想像到有同學玩過針孔攝影嘅話，其實係同一個原理。咁只要你喺牆上面放一張相紙或者放一張菲林嘅話，咁就會曬嗰張相出嚟，就好似咁樣。即係如果你成個窗門封曬黑色膠紙或者遮曬所有嘅光，淨係開一個細嘅窿仔嘅話，咁你就會見到你間房面鋪出翻窗門外面嘅影像出嚟，就係咁樣。咁香港有藝術家用咗呢一個方法去做一批攝影嘅作品啦。咁佢叫程展偉啦。咁譬如咧，件就係、香港嘅土瓜灣鳳儀街啦。另一件就是灣仔的皇后大道東，即是他不再是拎住一部相機走出去周圍的環境，或者走去一個空間，走去一個室內室外的空間去拍照，他直接將一間房間將一個室內空間變成一部相機。我想各位同學都有玩過遊戲機 TV game， 即是無論你喜不喜歡，我一定有玩過。咁但係有冇諗過，其實遊戲世界係一個虛擬嘅世界啦。咁你花咗時間落喺呢個遊戲世界入面，咁你喺入面經歷咗啲乜嘢咧？其實你喺入面得到咗啲乜嘢？可唔可以將佢拎翻出嚟我哋現實嘅世界入面啊？咁又有一個攝影師，佢影咗一組人物嘅相片，人物嘅肖像相。佢就係將一個人嘅現實生活入面，即係現實嘅世界嘅人。影一張相，然之後咧，又喺電腦入面佢嘅虛擬嘅化身咧，由 screen capture 影一張相，咁佢對比翻現實嘅玩家、現實嘅人同虛擬入面嘅 character 個關係或者個比較係點嘅？其實，譬如對於一啲殘障嘅人嚟講啦。即係可能我哋有好多人會覺得玩遊戲機其實好花時間，或者其實冇乜意義喎。咁但係其實又未必嘅。即係可能對於一個殘障嘅人嚟講，佢身體喺現實世界受到規範，或者佢身體係有唔方便。但係反而喺遊戲世界入面，令到佢拋開咗佢唔方便、好沉重嘅肉身，重新喺遊戲世界入面好自由咁樣、自在咁樣去行動、去活動。咁但係當我哋花好多時間落去遊戲或虛擬呢個空間入面咧，其實我哋越嚟越分割唔到兩者之間嘅關係，或者我哋會諗到底我每一日花幾多時間落去 game 入面，或者花幾多時間落去上網咧？咁幾多時間喺翻我哋現實生活入面咧？我哋點樣去分清呢兩樣嘢？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分唔到。咁有陣時會喺遊戲世界入面先至會發現翻我哋真實嘅自己。講開遊戲嘅話，又講下另外引申出嚟一個概念啦。譬如我哋而家睇好多電影嘅特技製作啦，或者 CG 咁樣啦，其實好多時咧都會有唔同嘅 polygon 去，即係唔同嘅多邊形數量去製作一個遊戲人物或者遊戲入面嘅世界咁樣。譬如你會見到用60個多邊形做出嚟嘅人係咁樣，好似幾模糊，好唔清楚。600個又清楚了，6000個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樣啦。咁手又係一樣啦，當成個人亦都係
會有咁樣唔同嘅 resolution， 即係唔同嘅 level of detail 咁樣。咁呢一個概念其實就係牽涉到電腦嘅運算啦、電腦嘅資源啦，即係又或者牽涉到電影製作上面嘅成本啦。通常咧就係一啲好重要嘅 character， 即係好重要嘅角色或者好主要嘅角色咧，我哋先至會用好多嘅多邊元素去處理佢，因為運算嘅時候好花時間。咁同樣概念，我如果將呢種虛擬嘅法則用咗落去我哋現實世界上面，咁又會發生咩事呢？咁我就將兩岸四地四個地方嘅領導人嘅頭像，用唔同嘅多邊元素去呈現出嚟。咁如果多邊元素係點決定咧？其實就係話由佢哋嘅當選嘅票數去決定，即係譬如梁振英佢由689票去當選，咁佢嘅樣咧就由689個多邊元素去呈現啦。咁崔世安係380票當選，咁就用380個多邊元素去呈現。習近平是2900多票，馬英九是689萬票，所以你就看到、不同的領導人當選的票數不一樣，他們的 resolution 即他們的解像度都好像不同，馬英九好像跟真人沒分別，即最清楚，越少票好像就越不清楚。這個虛擬法則其實套用在我們現實世界的時候，就牽涉到即我們對於這件事的認知，又或者我們所謂的認受性的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免費其實就是等於一票，你越多票自然就會越清晰，越容易被人家辨認到，認受性也都越高。這個我們看這個呢，就是一個在美國的一個 art group 嚟嘅，佢哋做了一個 project 叫 Parking Day。其實個概念就是話點樣去做一些公共藝術，或者點樣去用我哋公共空間。佢哋就想到就係話有多公共場所入面的泊車位其實有米標，咁你入咗米標就可以泊車。咁佢哋將 parking 呢樣嘢就唔當係泊車，而係將佢轉化咗。我入咗米標之後，我就可以用個空間。將那個地方變成好像一個公園咁樣嘅遊戲場所，成為了他哋所謂的 parking bay。 咁亦都有很多人啦會問，即係我去不同地方去 sharing 或者去分享的時候，很多人會問啊，咁你哋搞藝術創作或者作為一個全職藝術家係怎樣去維持生活的，即係怎樣以藝術作為職業的。香港有一個藝術家也是我的師兄前輩叫石家豪，他畫了這一張繪畫，他就用這個方法去解釋搞藝術即是怎樣為之行為，即是怎樣去維持到生活呢。咁其實分開咗兩大部分啦，做咗收邊嘅就係話做一啲同藝術有關係工作啦，譬如教育類啦，即好似視覺藝術科嘅老師啦，喺畫室度教畫啦，上門教畫啦，大學入面嘅藝術教授啦，咁非教育類啦，就係一啲同藝術嘅展覽場地啊、畫廊啊入面嘅工作啦，即可能係策展人啦、布展的工作人員、行政、藝術的推廣，亦都有其他的工作職位，例如每一個展覽都會有藝評人、寫藝評的人、寫和藝術有關係的文章的人、製作藝術書籍的人。在右手邊的就是說你直接作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或者藝評的人是怎樣，譬如作品有價，可能是有人 commission 你，即係委託你去做創作啦。可能喺畫廊入面去賣你嘅作品啦，同畫廊嘅合作啦。咁亦都有，譬如可能好多地方而家越嚟越多地方係需要啲公共藝術嘅作品啦，去參加一啲公共藝術嘅計劃 ，submit 你哋嘅計劃書去做公共藝術嘅雕塑啦。咁呢個係另一個方法啦。咁最右手邊嘅就係話有好多唔同嘅資源啦，即係譬如你可能會有一啲
藝術嘅交流計劃啦，即係好似 artist residency 嘅交流計劃啦，你去 submit 咗你嘅計劃書之後，你就去海外同嗰個地方，好似係住村或者住一個機構或者住一個地方嘅藝術家咁樣去喺嗰個地方度生活啦。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多謝先你天良嘅分享，咁而家有請校長上台話你班發言。